他一外边，残了一个，让我别动。阳台上，哎呀，残血！哪来的？这个人为什么？我说踢好了，咱能过去给他冲的。 来，来了吗？啊，走走走！前门跳，前门跳下来，跳阳台了好像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操，隔壁有一个，隔壁楼顶，隔壁还是楼顶。看到了，看到了。我操，真是个老六。老六。 快快快，还有一个在楼上，直接救！你一定能摁起来。嗯，我不松手，他走另一面出来，你救他，没了，就两个。这不早的吗？不用捡他了，有人在那里。我再补那个。臭老六。 哇，这个围墙是真的溜，从来没见过谁跳这跑围墙。那别走了，老妹儿，打头！这个地方好哎。干什么啊他？啥东西？学会了，学会了。学废了吧？没废了吗？我没有闪。就他俩，就他俩。 我补了，楼顶还有一个，楼顶。雷！有雷！啊！操！好的。我操，死白了我了。掉下来了。哎呀，操！这个闪他妈的，道具怎么一个都这么低啊？打头了，对，就他一个，打头了，一个。 他感觉晃有啥意义呢？三级头，一发不接。小子在搞什么飞机啊？我操！ 你在搞什么飞机？说菊花呀！为什么来了？